无敌铁金刚的旋律，唱出守护地球的决心。那迷茫的人生，有人甲咱接引，生命的贵人，咱就知影什么该做，什么唔该做。 而且咱若到有年纪的时阵，都爱做一个慈悲够有智慧的长者。环保站的心结交代你，环保站的心结交代我。哎，就扫地，你知影无？打包带错了，就是这个哦。有啊，好漂亮哦。 媳妇智慧编织出总算吊饰，年过九十，老人家活出新生命。9年多前带着忧郁症回到的台湾，因为环保站找回生命曙光。这等于是我们的清单机啊！以前一天到晚都跟世界玩。 他也不让我，也不让他。现在真的要要想要跟他冤家嘛，无，嘛无，唔知变怎冤家，我嘛不晓。无理由冤家。嘛无理由通冤家。他做这哦，本地的李荣董，水煎包啦。夫妻俩高龄86和84岁，卖水煎包快半世纪。今休五天。 民国86开始发愿捐溶洞，改卖素水煎包。行善大力量，一颗5元，每天可卖超过1000颗。一年通天吼，一直做啦，全部拢甲欠起来，通啊救遐苦难的人。咱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啦，会做都爱甲做，做都对啊啦。你发，那是我有时阵头一摆破了上年的，我就是一直就是放下在了。 啊，唔知安怎拢禁袂掉，啊，我就听到你的发了，我就非常的这个欢喜。直接听，听到的拢真欢喜，哎呀，好我吼，真安心啦。实际54年嘛，54年来呢，咱的方向拢无一点啊偏离过去。 凝聚爱心，菩萨广招生，法华精神，师徒相传。台视新闻萧世杰、梁家明、李明华，台北报道。